欢迎来到新世界。小伙子，你要什么车啊 ？A186 啊，怎样 ？A186， 挑一下啊。随便啊。8:30的考试，然后等一下呢就得赶紧的洗漱好睡觉。现在呢我体检完了，准备去取号，然后就去考科目一。现在考完了，考的不是很好，考了两次，第一次考到一半就错完了，第二次一考结果过了，92分，我可以考科目二了，耶！